这个是为了说岁末哈，这为了我们这个全体的第一线的肠道人员的辛苦哈，而且我们同时也邀请到那个服务的人员的他的家属，以及那个服务使用者的家属啊哈，他们都平常都非常辛苦啊，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哈，办一场这个盛大的音乐会啊哈，让他们舒压他们的平常的那个积压的情绪这样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这个彰化县政府卫生局哈，上至局长，下至他们的全体员工哈，一年来这个疫情的严重的发生啊哈，他们真的是不眠不休的在为我们的县民的那个健康啊哈，在奔波哈，所以我们就也是借这个机会哈，为了我们这个政府这个卫生局的那个同仁这样哈。因为我本身对这个音乐很那个很有兴趣的哈，也是常常在听这方面的演奏会哈。啊，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三位世界级的大师啊哈，来为我们这个辛苦的服务人员啊哈，做这个演奏表演啊，这是才符合才符合这个达到这个为了他们辛苦的标准这样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